超级马里奥训练场杠上曼西尼，看来曼城球星超级马里奥与曼城的缘分将近。因他在球队练习时取笑队友，搞得主帅曼西尼很不爽，最后上演肢体冲突。因超级马里奥不鸟曼西尼，叫他回更衣室。超级马里奥是球队里最具争议的球星，他因私下奇怪的捣蛋行径和他在场上我行我素的表现而恶名昭彰。球队忍受他的行为，因他有潜力成为全球最棒的足球员，尽管他近期在曼城表现不佳。撇开他的无限潜力，他的意大利前锋价值直直落，且曼城也动不了他。国际米兰也付不起超级马里奥，且之前的都灵事件也让他没机会过去，似乎连 AC 米兰也不想要他。看来曼城和超级马里奥只得烂在一块咯。你认为曼城应该甩了超级马里奥吗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。